猜猜看这个是什么东西。我今天呢在法国的波尔多，然后呢吃午餐，你们猜猜这个是干嘛用的？看这个形状，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哈。在法国呢，波尔多一定要点一杯他们特色的一个酒，就是甜酒，叫丽丽，它有白的，有红的，然后呢还有粉的，所以呢这是白的，很清爽，然后呢有一股这个果香的味道，非常非常好喝。这是法国的波尔多的特色的白酒，来法国怎么能不吃蜗牛呢？这个夹子派上用场了，当当当当，我们夹一个蜗牛。哎呦，说实话不好夹，不太会用这个东西。哎呦，哎呦，夹不住。说实话，真挺笨的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夹了半天夹不住，上手了，还真的不如手。看看这个怎么夹。哦，这么夹的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这样的位置才是对的。看到了吗？然后呢，用这个钳子把蜗牛的，这样吃很有仪式感，但是不好夹。把蜗牛的肉，哎，挑出来，美味，美味。来法国，记得吃蜗牛。